夏天到了，有越来越多的男生问我比基尼怎么脱毛。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家我平时去做脱毛的脱毛店。这家店是在北京的三里屯永利国际这里，他们有专门为男生做私密部位的脱毛项目。流程上是这样的，需要提前加他们客服预约时间，到店跟前台确认后，约了现在可以先换一个一次性拖鞋。嗯，鞋还有鞋垫和胸部的拖鞋都可以穿。嗯，行，谢谢。需要哪一种都可以。嗯，好，谢谢。那给你做一个介绍，然后我们家仪器是那个日本进口的 pH 二热的脱毛，比市面上的那种激光呀、冰点温和的多。然后我们一般操作私密的话，一般操作7到12次，达到一个小绒毛的状态。嗯，现在可以带你操作。嗯，好。然后等技师带你上楼去单独的房间进行操作。男生的私密部位是由男技师做的，而且是单独的男生专属房间，这样也不会感觉到羞耻了。大家可能会好奇，平时来做脱毛的男客到底多不多？男孩子也可以爱美呀，光溜溜多凉快呀。来花车要做私密部位的男孩子多的是了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体验一夏天的清爽，真的可以来试一试。